咧演讲上台吼，所以阮今年下半年会拍一个电视广告。啊，阮个电视个广告个素材吼，是足希望有做过陪审员个人来现身说法。啊，所以除了杨教授迄个研究，啊，阮即摆朱先生吼，嘛会找恁来做访问啦吼。啊，阮可能有电视广告，啊嘛网络个电视广告。啊，可能即个较长个时间，就用网络的电视广告吼，啊，再拜托大家支持一下。好，啊，过来迄个黄帝颖吼，黄律师伊要阁补充，啊，阮咧台湾有一个叫做破茧行动吼，就是讲台湾的检察官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，但是责任最轻的吼。啊，阮要来条件即个问题吼，破茧行动，啊，黄律师过来补充一下吼，好。